日本買咧係53,800 yen， 喺香港係買緊3,980 yen，平1,000 yen有多啊！咁我而家身後邊咧就係一個黐花花嘅 corner 啦，有好多平時揾唔到嘅精品咧，都可能喺呢度揾到。欢迎收看 Friday 的频道，大家好，我是朱古拉，我是顾咪咪，我是依姑，三姑又出现在 Friday 这个频道了。今次我们会带大家来这个 Big Camera 进行这个大 shopping， 一起进去看看有什么抵买。正所谓买得越多悭得越多，可能悭悭买买悭买了机票钱添啊！咁想即刻行啦，去先！大家看看，原来 Big Camera 是可以用 Alipay HK 去付钱的，汇率低之余咧仲有优惠添。大家記得先入 Alipay HK App 的日本優惠專區領 Big Camera 的優惠券，除了 Big Camera 還有很多其他日本商鋪優惠，千萬不要錯過了。這間 Big Camera 新宿東口店呢，下樓高就有大概9層，裝修關係中間兩層吉了，大概有7層的 Big Camera 任你去買東西。 B1 的層就是賣藥妝藥品和化妝品的，另外1樓就是賣美容家電，例如風筒啊、直髮器啊等等。而它4樓特別之處就是賣酒，其實都好出名噶。咁6樓咧就有呢個玩具啦，同埋嗰啲遊戲機，喺其他地方揾唔到嘅商品咧，喺呢度都會揾到噶。大家記得過嚟呢度尋寶啦，好齊全啦。咁1樓入到嚟咧，第一樣介紹嘅就係呢一個 Dyson 嘅最新8月1日日本先至新出嘅呢一個風筒加直髮器啊。咁其實我自己咧已經入手咗啦，因為佢呢個粉紅色實在太靚啊，而且價錢都好靚。喺日本買咧係53,800 yen啫，如果你退埋税用埋我哋 Alipay HK 嗰個 coupon 的話咧，係會再平啲啊。但係喺香港係買緊3,980 yen，差不多係講緊6幾折，平1,000 yen有多啊。但係大家要留意翻啊，日本嘅電壓咧係100嘅，咁所以咧香港220咧，如果你使用上面咧，可能你就要加變壓器啦。因為我都唔係專家，所以大家最好咧就上網睇清楚。咁但係佢呢一個咧係可以濕髮乾髮同時使用嘅，夜晚咧吹頭嘅時候咧就可以咁樣吹，吹完半乾之後咧就可以一邊嘅。咁朝頭早真係可以幫你慳翻好多時間啊！原來佢濕髮都可以用㗎，啱曬我，因為我成日都朝頭早咧洗頭㗎嘛，洗完頭之後未啲頭髮未乾咧，夾唔到頭喎。咁呢個就啱曬你啦，佢係乾濕兩用。而且有埋凍風，如果大家想皮膚靚靚嘅朋友咧，每晚咧可能都會想啊蒸下面，然之後做下啲保濕啊精華咁樣嘅。咁呢個咧 Panasonic 嘅蒸面機咧，係呢度 Big Camera 嘅銷售 No.1。咁佢嗰邊咧有個 ranking 係寫住咧 Panasonic 咧產品咧係1、2、3名嘅。原來呢個係日本嘅銷售 No.1嚟嘅，幾好喎，細細部。係咯，其實佢租個細細部咧，其實如果萬一即係你要出差咧，你都可以帶去酒店用嘅。係喎，係啊，而且咧佢價錢係21,780 yen。如果大家免税用埋 coupon 就更抵啦。呢個咧係最新嘅超人氣 Nano Gear 嘅 Panasonic 嘅風筒啦。咁啦，其實咧你怎睇咧，可能覺得冇咩特別，但係朱古力，你過嚟拎下。應該是以為它是假的，輕模型嚟㗎，係咪啊？玩具模型嚟。它是超輕啦，因為有時咧我哋發量多，你要咁樣咧吹好耐咧，其實是很攰啦。但是它呢個咧係超小巧，同埋它可以做到低温吹咧，咁就冇咁容易傷你啲頭髮，同埋它保濕咧都是做得很好啦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咧，佢咧嗰啲得獎嗰個名單咧係多到不得了。咁我覺得咧佢咁輕好好啊，因為其實咧有時出去出差咧，出邊酒店嘅風筒係會吹爛頭噶嘛。咁如果你咁輕，帶出去又唔重，你就可以就算出差旅行都好多用翻個私家靚名風筒咯。好得意啊！佢呢一個咧係電動 groomer， 係放一啲美容嘅男子。我發現而家嘅男仔咧係越嚟越愛美啊！呢一個咧就唔係俾你攞嚟剃須嘅，係俾你咧剃全身嘅毛，無論係格拉底毛啦、手毛啦、腳毛啦、VIO 毛啦，仲有呢一個胸毛啦，同埋面毛都可以脫啊！而且咧，佢機仔細細啊，大家咧可以帶出去隨時剃啊！佢呢一個咧係震動咁樣去幫你剃毛啦，咁而且咧佢咧就係可以咧海外對應啊，無論係100至到240W都可以使用。
仲可以成個洗添啊，咁就可以一路沖涼一路剃，咁就唔使咁閉翳。美容並唔係女仔嘅專利，男仔都要。咁呢一個咧係而家超人氣嘅 S9 Pro Plus 嘅鬚刨啦。咁佢咧除咗有本身平時會常見到嘅鬚刨嘅剃刀之外咧，佢仲有一個好特別嘅，就係咧你剃完之後咧，搽咗化妝水之後咧，係可以換做呢一個美容器啦，然後再用佢咧嚟倒入嗰啲化妝水，令到你咧係剃鬚同埋護膚咧一次過做曬。咁佢呢一個 set 咧，除咗有呢個鬚刨啦，有呢個係美顏器嘅頭之外咧，佢仲有呢一個全自動酒精嘅洗鬚刨器。咁咧你插落去之後咧，佢就會自動幫你洗洗洗洗，咁樣就好乾淨、方方面面。咁樣呢一個 model 咧係今年秋天啱啱新出嘅啫，所以咧大家見到咧就唔好走寶月即刻買。咁佢價錢咧，你睇翻佢退税價嘅話咧係71,637 yen 啦。咁佢係德國製造啦，同埋咧佢係可以用海外嘅電壓嘅。咁所以大家咧拎到翻香港用咧都唔使話自己揾個變壓器就好方便咯。六樓有好大個精品區玩具區啦，呢度嘅規模咧係堪稱一個超巨型嘅玩具反斗城咁。但係人砌路喺呢度咧都一定會跌錢。咁我而家身後邊咧就係一個黐花花嘅 corner 啦，其實都幾大下，同埋有好多平時揾唔到嘅精品咧，都可能喺呢度揾到。譬如咧，呢一個係小白嘅發聲公仔啦，入邊咧係收錄咗佢100句對白嘅，咁係非常人氣嘅其中一個玩具啦。咁然後呢一個咧係我都已經入咗手嘅，係好推介嘅一個透明 puzzle 啦。咁如果大家砌完之後咧，喺下面擺個燈箱嘅話咧，係會發光嘅咯。張張，我哋而家嚟到 LEGO 嘅區域啊，佢而家好抵啊，因為咧佢有好多都係做緊75折啦，而佢呢度嘅款式咧都唔少嘅，有迪士尼啦、動森啦、哈利波特啦、Minecraft 啦，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唔同款。因為其實喺香港買嘅話咧，我自己都覺得係偏貴啦 LEGO， 咁所以咧喺呢度趁佢有75折，再加埋仲有得退税，其實係抵到爛啊！咁所以咧，大家真係千祈唔好錯過，如果佢有優惠嘅話咧，一定要即刻入手啊！我已經揀咗個黐膠蛙嘅糖啦，咁我而家準備咗 Alipay HK 呢個 app 去俾錢先。咁樣咧，佢喺呢個日本優惠專區嗰度咧顯示咗今日對應嘅匯率啦，你就唔使啊上網慢慢計，你都知道大概咧要使幾多錢啦。好，咁我而家去俾錢啦。Alipay 嘅，交俾什麼？哦，不用，好，謝謝。嘿，好快俾完錢我翻嚟啦！用 Alipay HK 俾錢，唔使慢慢揾現金，係咪勁快勁方便呢？而且而家好多地方都有 Alipay Plus 嘅 logo。而喺日本用 Alipay HK 俾錢嘅方法同香港一樣，只要打開付款碼點選海外 Fiat Alipay Plus 或者掃描商户碼，就可以直接用港幣結算，而且指定付款方式，例如餘額、指定信用卡、銀行户口，仲冇額外嘅手續費。佢嘅匯率仲平過一般香港嘅信用卡添啊！有時喺日本咧，用香港嗰啲 payment 咪成日都要搞嗰啲咩認證嘅。用這個呢個就唔使啦。用餘額俾錢嘅話咧，需要先完成 Alipay HK 帳戶嘅身份認證。我咁醒，梗係已經提前綁定咗香港嘅銀行户口或者信用卡啦。就算冇認證都用得啊！喳一聲就俾咗錢啦。不過咧，我想買嗰啲家電咧都幾大嚿錢噶，我唔想一筆清啊！有冇得分期付款噶？幫到你，幫到你。透過 Alipay HK 開埋 M Bank 分期付款服務。俾錢嘅時候揀做付款方式就可以即刻分期，而且依家 Apps 入面有 Big Camera 優惠券 link， 買滿10,000 yen 可以平500 yen 啊！想買曬成間屋嘅家電都得啦。你睇下 App 入邊咧寫曬有好多間日本熱門嘅商場啦、商户優惠啦、山頂歐力帕啦、大國藥妝啦、Donki、Gigo、機場等等，全部都有好抵啊！唔止啊，出發之前用嘅 Trip.com、Klook、Agoda 等等嘅平台預訂機票、酒店同埋景點門票都有優惠啊！係，咁我哋唔好講咁多啦，快啲繼續去 shopping 啦！買嘢啦！原來呢度係有咁多黐卡哇嘅 goods 喺 B 一樓咯，因為其實佢都唔係屬於啲咩藥妝啊，冇諗過嚟到呢度咧係會有咁多黐卡哇喺度靜悄悄咁樣等住我啦。咁呢個咧其實係我稍早前咧已經入咗手噶啦。咁佢咧其實咧係可以後面係一個咁樣嘅勾啦，咁你可以勾喺嗰個浴室上面，咪有條圓柱嘅，可以勾喺嗰啲地方啦，或者喺我係自己勾喺啲攬攬嗰度，然後咧呢度咧係可以掛啲
譬如是毛巾仔啊，或者是我自己咧係掛咗只吊吊刺扣啊喺度嘅，咁就可以成只吊喺度，咁好得意啦。同埋咧，就算去 pop up store 都未必會揾到嘅，咁所以如果見到咧，我都覺得可以入手先。咁第二咧，佢就係咧有好多洗衣袋好齊全啦，包括成日都冇貨嘅套套都喺度啦，同埋實際上我覺得用落係比較啱 size 用嘅刺扣啊，因為呢個嘅話咧係真係可以將 T-shirt 嗰啲擺落去啦。咁但係如果呢個話咧，就可能係擺啲 bra 嗰啲嘅啫。跟住另外咧，佢仲有潤唇膏啦，同埋護手霜。咁樣呢個潤唇膏咧，都係就算去 Kitty 零咧，都未必可以揾到嘅。咁所以亦都係如果見到嘅話咧，都可以入手先啦，唔使諗啦。因為佢呢個價錢咧，同出邊係公價一樣啦，冇特別貴咗。咁而且仲可以退税，再加 Alipay 嗰個優惠。咁所以喺呢度買咧就抵咗啦。四樓呢度咧有好大個酒嘅 area 啦，咁除咗有日本酒之外咧，亦都有白蘭地啊、whisky 啊、gin 啊，咁譬如好出名嘅茶製啦、鹿啦等等咧，都可以喺度揾到。咁仲有我哋成日開 live 嘅時候咧，好中意飲嘅呢一個加荷梅酒咧，佢喺呢度咧都好齊貨啦，而且咧佢仲有咁細支嘅 BB 棒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咯。因為平時我哋買嘅話咧，多數都未必會咁齊 size 啦。咁佢呢度咧仲有賣唔同嘅 size， 我覺得嘅。咁樣呢個咧係第一位嘅日本梅酒嚟嘅，所以我自己咧都好推介大家飲呢個加荷梅酒。媽媽們一定非常之緊張，想知道嘅一定就係日本製嘅電飯煲。咁樣呢個 big cam 係好好，因為咧佢係成個架咧係擺曬海外電飯煲喺度啦。咁所以咧你喺香港都一定可以用到。咁而家咧人氣 number one 咧就係呢一個象印嘅電飯煲啦。咁佢咧就係呢個 IH 嘅電飯煲嚟嘅。然後佢咧喺香港嘅價錢，我哋頭先查咗同系列嘅咧係賣緊3800幾啦，係勁誇張。所以呢個真係買到即刻賺到。咁除咗第一名係象印之外咧，第二名咧其實都係象印嚟嘅，而第三名呢一個咧係 Tiger。咁第二名呢一個象印咧，佢係有埋壓力嘅 IH 電飯煲啦，而呢個咧係冇壓力嘅功能嘅。咁所以大家會見到佢價錢都會貴少少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做到嘅效果都係唔同嘅。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，到底你呢個電飯煲係淨係用嚟煲飯啦，定係仲會想用嚟做埋其他嘢咯？咁我哋今日嚟到見到嘅呢個架上面咧，全部都是日本製。咁我哋已经行完晒成个 Big Kramer 嘅新宿东口店啦。哇，真系好多嘢买啊！系啊，无论系药妆、美妆、电器，全部乜都有，仲有设计画，冇错。我觉得如果买晒头先我哋介绍嘅嘢咧，悭悭埋埋，你估系咪真系悭到张机票钱啊啦？如果你张机票平平地嘅话，我觉得系一定得咯。如果你不是搭 business class 的话，应该 OK 的。咁好啦，大家嚟到东京咧，记得你行呢个 big camera 啦。咁我哋条片咧就嚟到呢度啦。我哋以后仲会陆陆续续拍好多唔同嘅东京旅游片噶，请大家继续留意 Friday 嘅频道啦。订阅啦，订阅，拜拜。